心里就来气儿，要不是因为他，小爷我早逃出这阎王殿了。哥，我是你的人，那整个劳工营都知道你罩着我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磨叽了？你有皮快放。那他都欺负我头上了，你就不替我出头吗？反正自从我来到了劳工营，我就一直拿你当我亲哥。我再跟你说一回啊，你别叫我哥，我跟你爹是一辈的。行，一辈就一辈。那你说这事管不管？必须得管。走。什么意思啊？看不见小爷我？起开。这是要干啥呀？少跟小爷我装蒜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早逃出这鬼地方了。瞅啥？你瞅啥？给一句话。给什么话啊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啊？不明白啊？我给你松松皮，你就明白了。哎，冷静。这要是把小鬼子招来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放心，我下手利落。小鬼子听不见，你怕事儿大，你要怕事儿大就不闯这道公营。你跟他废什么话呀？揍他，打他！你要不整死我，我就整死你！我再说一遍，要是把小鬼子招来了，这事儿可就大了。什么事？壮哥。挺住哈，多挺会儿，我找人去。少爷，他就是他，我正准备叫你呢，快，给他点颜色瞧瞧。走，打他。你们两个活腻了是不是？老魏，闭嘴！不帮忙就且开！别犯浑！我出去！你们俩一伙的，就这么掐人家脖子，等着！走！安娜小姐，本来想请你看场好戏，可惜没看成，找机会给你补上。我不溜达克的，爱的日子你安娜，你还是人吗？那是条人命。看来刚才的游戏太简单了。如果游戏当中有一名女性的话，我想会更刺激。你娘娘不干戏的了，就又不。
做了，知道吧？老魏，我跟你说话了。少校，我刚才去找5237了，我没找着，找着他我就揍他。还有你，你说你当大哥的，哎，你兄弟被人掐，你也跟着掐，你够不够意思？行了，那个少校，我们啊不为别的，他不是5237，我们俩就是想探听他的底细。查他什么底细？我让你查的那个挂相机那个女人，你给我查到了吗？查清楚了。那个我手下去厨房帮厨的兄弟说了，她是小泉清抓来的苏联间谍，叫安娜。先来个安娜，再来个女翻译，现在又来了个5237，热闹啊！哎呀，老魏，你说你是一个带兵的人，那说话干啥这么拐弯抹角的？我们听不懂。大壮，光有劲儿打不了胜仗，想当我的兵，你得学会动脑子。哦，我还不动脑子吗？脑子挺好使的。也对哈。